国球已经不复存在，哦，都是有人要死了，必死！你被告，你被告了！哎嘿，球没来，国球不进来，都是我的错，谢谢大家，这是真的。法切尔卡玛牛逼！你好，我是 Pedia， 今天带来我们的 Shutterfly Arena。那我本来想说，在周年以前，你们都可能不会有关于 Arena 的消息了，因为我觉得这种消息如果有要放的话，应该就会在很早之前放，要么就是在推出之后才会放。对，我没有想到说，他们还是在正式推出之前就已经把相关消息有稍微放一些出来，有一个非常让人期待的一个预告片，对，有关于一周年，对，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来把这一部影片看一下。那晚上，对，我应该会在早上或中午的时候把这一部影片放出去。那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再放这个比赛的影片哦，就是之前七月中的比赛的影片。对，那到时候再讲那些东西。好，那我们马上来看到这个 Arena 的一个新影片。你现在看到现在画面上这个东西，这是在那个预告片里面的其中一段的画面哦。那我把这一个画面呢。截图下来，现在这个是我的桌面。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好，那我们就直捣黄龙了。对，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这一个是设立的一个全新皮肤。对，那这个皮肤呢，完美的还原了二代原作的一个设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皮肤是罕见皮肤的，是午夜的一个皮肤哦。那这个估计也会是这个通行证第十三季的里面其中一个奖励，不过应该是给免费玩家的一个免费通行证里面的一个奖励。那这个设立的话，则是这个高级通行证的奖励哦。那你可以从上面的涂装来看到，这两个人的设立跟午夜的这一次的皮肤的一个涂装是比较相近的哦。那之前可以看到说，官方其实不会特意去给两个角色去做同样的一个风格去设计皮肤。对，就之前包括那个什么暮光士兵的一个凯特的一个皮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去配合当季的一个通行证的内容。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次设立跟午夜的皮肤相近，是不是可以说明他们两个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联？那尤其是午夜本身也是执行这个暗杀工作的一个暗杀者嘛，对，那在行动上面可能会跟设立所处的这个所谓的盟会可能会有关系，甚至有可能午夜是设立的其中一个下属也不一定。对，那这个相关的一个资讯哦，我希望官方可以更快去让我们玩家可以知道一些。那你看到画面上这个设立是三只爪子的，但你如果再往后看的话，会发现说其实设立这个皮肤的设立其实也是两只爪子，嘿嘿，骗你的，还是两只爪啦。对，画面乍起，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会是未来设立的一个史诗武器呢？不好说吧，对，那我们就静观之后的一些更新内容。那从这一次的预告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给我们揭示了两把全新的史诗武器，首先是红州的史诗武器哦，以及这个猴王的史诗武器。
那到现在测试服里面已经出现红州的实时武器了，那相关的数值也都已经出现了，只是图片我现在没有办法取得，因为还没有出现在正式服，但相关的数值我打在荧幕上，就攻击力提升 10%， 防御力提升 5%， 那它的独特能力会是凯旋式会让对手着火，这个独特那武器的能力其实真的就是参考一下就好，不用太在意，主要是伤害 10% 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哦，作为一个实时武器来讲，它可以说是大幅提升了红州的输出能力，对，因为到现在为止红州的武器基本上都是给凯旋式的伤害哦，对，那不过这一次武器是直接加基本的攻击力，对，这之中的差距各位都知道，执行凯旋式的难度肯定是比执行一般的攻击还要困难上许多的，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 10% 的攻击力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提升，而且还有 5% 的防御力，让本来就很肉的红州可以更肉，就非常夸张的一个武器啊。那猴王的武器就比较可惜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一些资讯啊什么的都还没有，测试服还没出现，看明天正式服更新之后会不会直接就 pop up 就直接出现在我们的正式服里面。那关于武器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哦，对，就是目前只知道这有这两把新武器了，那我们来讲下一个我觉得算是挺劲爆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铁甲的部分攻击被做重做了，对，完全重做，整个就是不一样了，不再是单纯的调整一些数值，比如说前摇后摇做调整啊之类的，不是，而是整个动作大改，像雨夹那个样子大改，对，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类似上勾拳的一个修改，对，新版好像途径变多了是吧？那在另外一个是这个飞踢，我认为应该是重踢的部分，那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你可以从暗影格斗2就可以看到了，那在竞技场终于再度让这个踢击方式回归了，对，我可以说算是非常高兴，就是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看到更多角色使出暗影格斗曾经有的踢击或者攻击方式，但是是在竞技场里面，那也算是弥补了在暗影格斗场里面没办法看到的东西哦，毕竟竞技场一个角色算一个角色嘛，所以说他在里面突然加了新的踢击，其实并不会让人感到任何的奇怪，而且反而应该说非常棒。对，那影片基本上主要就是揭示这几点重要的东西哦，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最后面看到第13季的一个战斗通行证的一个内容。对，那其中里面包括我们的设立的皮肤，这不用说。那贴图的部分呢，这次会有四张贴图 ，Holy fuck！ 主要是三个派系的贴图。这次的通行证内容大部分是倾向于做这个全角色的一个内容，基本上都是啊，除了设立之外都是。对，包括那个下面的这个嘲讽动作啊，开场胜利动画啊，都是。那贴图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派系的贴图嘛，我刚刚讲过，还有一个合作的一个握手的一个贴图、哦，这个算是就是这次的内容都偏向友好。那左半边这个竖大拇指的呢，这个是嘲讽，对，是做得好，鼓个赞。那这个左下方的这个旗帜呢，是这个全角色的开场动画。那这个旗帜有趣的地方是，它会根据你的派系不同去做不同的调整。对，帝国军的角色呢，基本上它的动作是强而有力的。那黄蜂的角色呢，动作则是非常的华丽优雅。那传令官的动作呢，就是非常的迅速而且精确到位。对，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场动画展示的三个派系的特质。那再来这个设立动画呢，就是角色会拿出这个一周年的奖杯，然后就举高高那样子，就我是叫第一名这样子，非常非常不错，非常不错。那详细是怎么样子的呢？各位还是请自行到游戏里面去做确认。那基本上就是这一次的一个预告片里面我们可以拿出来讲的东西了。对，希望各位喜欢这部影片，然后也祝各位这个暗影格斗竞技场一周年快乐。对，那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一下那个订阅跟喜欢，因为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对，基本上你们每个人看了影片都没有按订阅的，我操，拜托一下好不好？真的对我非常重要，谢谢大家 ，peace out。